我不能吃，你就另外放就好了。你会煮吗？哎，可以啊，十块而已啊，特价，回去就煮掉。不用啊，那个不太能放啊。我刚刚把那个豆干煎一煎，然后那个叫，就那个豆腐，那个板豆腐那个，这个啦，然后切薄片，然后下去煎也可以，看你啊。一样一样好，洗好再换，换的比较难分。我先改。好，全部一起啦。这个也要切，因为它是对折的。好，那你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太长的，像这个就太长了，有没有？或者是你可以把一些先放过去那个盘子里面。等一下，就是直接炒，炒一炒之后就去放回这个盘子。够重了。不会啊，炒一炒之后它就变小。我知道，但是现在够重。有点复杂了一点，就捞起来嘛，然后捞到盆子里嘛，洗一洗就顺便捞起来。这么大，扣中了，可以，可以小心一点，剩不多了。好，捞不起来的就算了。完美。好，这是我学的。确保不要太厚的片，大概这样抽一点没关系，好，这样子轻轻的，要上前前后前后。小心小心，啊，就先切那个，不要切到下面的了，要分开一点，要把下面的切了。所以我往这里走。好，好，用豆腐，等一下哦，就先进锅。你用豆腐去推豆腐吧。就这样呗，就豆腐去推豆腐，你手不用进去啊。好，那碎碎的放旁边。没有人在家想去炒水果，这样够吗？够，然后再加一些，然后再来，再一些点好了，一小时，好，拿一些胡椒盐起锅，看看多大，好，加酱油，好了，可以再多一点点，好，决定，再拿再来一点，好，加一杯水。那就这样架设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好，那就盖盖子，让它闷一下。那先舀一些给我，这里的，好，都可以。美女，你要多少？好，可以了。好，你再把那个绿色的菜加下去。好，搅一搅。我妈妈，好了，装起来。
装吗？等下看一下。小心手，慢慢切。放那么低干嘛？好了，可以。对，还要再炒一下。应该可以吧？加盐巴了。啊，加盐巴好试试。这就。这位先生，你不要这边夹一夹，那边夹一夹，那个是漏的哦。看一下，看别人煮的不辣。